一会儿啊，出去发给外面那些小朋友，喏，看见吗？发给他们。这些都是你们家的？说什么呢你？这是我们这的风俗。是每个孩子都发？这两个给那两个小朋友，啊，就是穿红衣服的那个，那是我外甥，那两个一个人100，剩下的随便给他们。哎，记住了，别发错了啊！发错了，我拿你试问啊！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小朋友们发红包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慢点慢点，别抢。我没有啊，你没有啊？嗯，啊，你等一下。嗯，孙一伟，哎，抓紧抓孙子啊，外孙不算啊。哎，孙一伟，你出来一下。爸，我出去一下。过来。怎么了？哎，刚才你给的红包不对，还有一个小朋友没有，就他。姐姐，我没拿到。那两个红包你给哪两个孩子了？就那两个女孩子啊。什么？哎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还是眼睛看不清啊？ 我让你给女孩吗？你男女不分啊你！你刚刚明明说的就是女孩子啊！你给我来！我们这儿的风俗，像这样的情况，一个人给20就行了。你竟然一个人给100块钱！给你1000块钱，这么一会儿就没了，你也太拿钱不当钱了吧！我告诉你，那么多给出去的钱，我从你工资里扣。凭什么从我工资里扣啊？你又没告诉我一个人该给多少钱。再说，我从来都没做过这样的事情，谁知道你们穷乡僻壤的地方还有这么多虚头巴脑的规矩？像你这样的脑瘫，我把这些规矩告诉你也没有用。我扣你钱是在帮你，省得你以后再犯。不许用带侮辱性的语言对对方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，这是你写的吧？违约金，我告诉你孙一伟，少拿钱来威胁我，你要再敢骂我一句，你就倒霉了。哎呀，好，谢谢啊，好，走了，走了，谢谢大家了，谢谢，走好啊，走好，哎，好，你真有福气呀。娶了这么能干又漂亮的媳妇，嘴还满甜满甜的呢。哎呦，看你夸她的。奶奶，你真有福气，有这么能干的孙子，还找了这么漂亮的孙媳妇。是啊，是啊。太有福气了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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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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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啊，瞧你说的。我有钱了。哟，100块钱谁给的？好，是姐姐给我的。谢谢姐姐了吗？谢了。哎呦，你看你家一伟的女朋友这么客气，出手这么大方，你呀真有面子，替我谢谢她了啊。哎呦，苏奶奶你就别夸她了。你就忙吧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走好走好，再见再见。没想到一伟的女朋友还挺年轻漂亮的，看上去跟一伟蛮般配的。这下我心里的石头也算落地了，爸妈也不用整天催着一伟怎么找不到女朋友了。哎呦，他可不要太活泼开朗了，刚认识几天呀，哦，就住到一块儿去了，真是的。这女孩子还得有女孩子的样，她得庄重一点。要不然是什么什么德行啊，真是，是吧大姐，是吧依兰，说话不能太尖利了。笑笑是个好女孩，明明是她吃了亏，你还在这儿说三道四的，哦，占了便宜又讲人家不好，你让人家笑笑该怎么做呀？哎呦，我怎么尖利了？我是为一伟好，
他能跟一伟这么随便，他就能跟别的男的那么随便。哎，依兰，你不要乱说话。我没有乱说话的呀。哎，你们想一想，他也就二十来岁一女孩，根本就没定性，他知道什么呀？他知道他要什么吗？就住一块儿去了。长得要是难看点吧，我心里还踏实点，偏偏还长得那么好看。呵呵，不信你们就看着吧，这种女孩子周边追她的男人呢，少不了。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！咱们家义伟，那什么都有啊，一表人才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能力有能力。说到挣钱的话，一年也挣四五十万呢。像这样的男孩子，也不是那么好找的，对吧？哎呦，后又像那种城市，那种好条件的人，那里多的是哦。我看，依兰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而且那种大城市长大的孩子，哎呦，娇生惯养的。他刚才给那帮小孩给年钱给了多少？一个人100块，他一个学生，他哪来那么多钱？还不都是咱家一伟的钱吗？哎呦妈，你说句话嘛！你叽叽喳喳的，鹦鹉转世啊，吵死了。嗯，少说话，多干活。吃啊！来，奶奶多吃点。笑笑啊，别客气啊，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啊。哎，对，叔叔我不客气。笑笑啊，难得今天大家那么高兴，知道你们回来了，你爸爸特地为你们俩酿的孙全家酒，你尝尝看啊，尝尝尝尝。妈，嗯，这个是酒啊？啊，这酒啊度数很浅的，现在我们龙门呢搞什么旅游开发了，这画册上说这个酒叫什么日本的什么啊？外婆，是日本清酒。哦，对对对，好，对对对，日本清酒。哎，尝尝尝尝啊。笑笑，这个到龙门来啊，是一定要喝孙权家酒的，有文化。再说我爸酿的孙权家酒啊，那在龙门呢是数一数二的。来，我敬你，算是为你和义伟接风。来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酒的度数啊很低的，跟饮料差不多。欢迎你回来啊！笑笑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不看我的面子，也得看你外甥的面子吧。况且你跟他们都喝了，咱们怎么也得喝一杯吧。来，我先干为敬。三姐夫。嗯，笑笑真不能喝酒，这杯啊我替他喝了吧。你小子知道疼人了啊。是，看来是个好老公。比你强了。来来来，吃菜吃菜。笑笑啊，你看这是烟鸭肉啊，给尝尝啊。玉伟啊最喜欢吃我给他做的烟鸭肉了。你尝尝，以后学着给他做啊。我妈妈从来不让我吃烟的东西，说烟的东西是不健康的。哎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，这个城里人呐，他的讲究特别的多，不能吃这个，不能吃那个。哎呦，可是呀，到底也是没看出来。你说那个城市里的人，比咱们这些吃不健康食品的人健康到哪里去了呀？依兰，依兰，依兰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笑笑。来来来，咱们吃菜啊，多吃点。来，笑笑，尝尝我们龙门的特产面筋。哦，是是啊，笑笑，这面筋再多吃一个啊，来，多吃一个，来。嗯，可好吃了。是是是。怎么？怎么不吃啊？不合胃口啊？啊？不是，我刚才已经吃了很多了，现在东西太多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吃，慢慢吃，慢慢吃啊，不急不急，慢慢吃。真客气啊。啊，姐，妈，爸，笑笑今天胃口不太好，你看我们坐了一天的飞机，笑笑晕机，而且她也是长这么大第一次来南方，有点不适应，就是适应适应就好了，没关系，是是啊，适应适应就好了，不适应。哎呦。这城里人特别吃不惯乡下这种粗茶淡饭呢，对吧？一来，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？笑笑，就是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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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妈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电话，我出去接一下。好。哎呦，谁知道是哪儿的人？去。喂，等一下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孙一伟在我吃饭之前，他就已经把我给气饱了。小田，你不知道，他们家真的奇奇怪怪的。那、no。